杨女婿出差不在家，我觉得习惯了之后哈，还觉得蛮轻松的。带着这俩小孩你看多好。哎呦，还在咳嗽呢，你看还在咳嗽呢。哎呀，你咳嗽啦！咦，哎呀，你看他样子，今天刚刚给他剪的刘海儿。这他不在家，我一拖二的日子就是这样子的，带着他俩吃吃喝喝玩玩。下午抱着这个宝宝妞还睡了一会儿，哎呀，睡得可香了。我发现，这忙完了之后，他就觉得这个心静下来，睡觉就很舒服。结果还做了一个梦。梦到我一个朋友，然后在那儿吃那个，在那儿吃那个烩馍。你们知道烩馍吗？就是有烩面、羊肉烩面、羊肉烩馍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像锅灰一样的，掰成碎的，然后放锅里，放一些粉条啊、蔬菜呀、羊肉啊一起烩的那种。妈呀，梦里都给我馋的不行。想一想这个梦哈，真是梦东梦西的，就乱七八糟的哈，你都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做个梦梦到。哎呀，今天是周末呀，忽然觉得这个心情今天特别好，不知道为啥，不知道为啥。你看杨女婿出差哈，我一拖二，虽然有那么一点点辛苦，但是今天心情很好，不知道为啥。不过今天外面很冷，阴天要下雨的样子，看到了吧？看到没有？天黑隆隆的哈。我们在这儿等餐呢。杨女婿不在家，我也不想做饭。这一晚上带着他俩跑了几个地方。昨天我那个朋友给儿子买了那个汽车嘛，不是？那电池家里没有几块了。然后儿子说，妈妈可不可以给我去买一些电池啊？我说好，在那儿选电池呢。我发现这个美国的电池好贵，这一包电池多少钱呢？儿子，20块，$20这一包电池，真19.9。对呀，$20哈。好，走吧呢，走吧儿子，走吧 baby。 对。好，回到家你就可以玩你的那个车了，没有电了是不是那个车？吃饱了是不是？啊，电池也买了哈。OK， 那给阿姨们来点有意义的。背一首中国的唐诗吧，最简单的。鹅鹅鹅，曲项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乖乖，还会倒背的是不是？嗯哼。红掌拨清波，白毛浮绿水，曲项天歌，鹅鹅鹅。哇哦耶！跟阿姨们来段中文来，学的什么最近？我喜欢中国的什么？中国餐。啊，你喜欢中国餐呐、啊？我喜欢包包。你喜欢包包，还喜欢什么儿子？我那包包，我喜欢包子。哎，包子，对，包子，还有什么呀？啊，那烤包包。嗯，哦，你饺子。啊，我喜欢饺子。啊，你喜欢饺子。还有煎饼。啊，还有煎饼，乖乖。还有油条。啊，还有油条。想中国了，这一段时间天天问我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会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中国？还有什么？方便面。啊，方便，喜欢方便面，他喜欢吃咱们中国的那个康师傅的方便面。每次一下飞机都说，妈妈，我可不可以吃一包方便面啊？我说啥方便面？那个他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我就知道他要吃那个康师傅的方便面。还有什么？喜欢喝中国的什么？你还记得那个八宝粥吗？八宝粥。对，还有那个豆浆 ，so milk。他还喜欢喝咱们中国的豆浆。等回去中国了，妈妈带你吃个遍啊。还有橘子。啊，还有橘子，乖乖。你看那个小宝宝妞在那儿一个人可乖了。昨天他晚上咳嗽了一点，今天给他煮了一些红梨水，放点蜂蜜，今天一天好多了。希望晚上不要再咳嗽了。唱一个美国的歌好吧，英文的。OK。
或者跳个舞也行，一边唱一边跳。咦呀，开始了，今天你的专场哈。这小宝宝妞终于忍不住来参加了啊！这外边冷也没地方去玩，妈呀，那个风刮的呀，我的天哪，就好像冬天的那个北风一样，冻死人了快！宝宝妞，你给阿姨们跳个舞吧，乖乖，跳个舞。这俩小疯子，我一个人带他俩都被他俩整疯了，哎呀！你看这个小鬼头，哎呀，哇哦，妈呀，爹地不在家，你们俩都疯了是不是？这周末明天也不上课，疯了都，也不用早起哈，明天不用起早哈。对呀、啊，明天妈妈带你去那个桃子阿姨家跟小弟弟一起玩哈。你看那个屁股扭了，你看这啥呀？我的天哪，这俩小孩疯了！这是这阿姨们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在家的样子，看到没有？一个比一个疯。跟他爸爸视频呢，然后告诉他爸，昨天我朋友给他买了这个魔法棒。是阿姨给你买的是吧？你让 Daddy 看一看是什么，让 Daddy 看一看，让 Daddy 看一看。喂，艾森尼，你 come on downstairs talking Daddy， 下楼快点，下来跟 Daddy 说两句话来。你亲亲 Daddy 啦，亲的爸爸了去，看到没有？亲手机的去压一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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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怎么看不到 Daddy 啦？他不为了不让他爸跟他说话，他跑到这个桌子下面跟他 Daddy 说话，让妈妈再给你找一找来，快点来。What? You will bend me tomorrow. What? You just bring your suitcase. 这个 Daddy 也是他自己的，这个都是这个是霸占型的，知道吗？哥哥呢？哥哥不理你了，上楼了是不是？你自己在这儿吧，那我也上楼了啊。这是个我的。爹地在干什么呢？叫你看他的房间呢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你跟爹地说吧，妈妈去上楼洗洗澡哈，哈。OK。慢慢说哈。趴到这个桌子下面，你看看。